Chat GPT 能干什么？不能干什么？哎，它能帮我写文案吗？答案是当然可以啊。如果我的要求不是那么高的话，来实际看一个例子啊。这是我头条号后台的消息中心，每天呢它都会给我推送所谓的专属热门话题。虽然我之前也的确是参与过，啊，但实际发现一点也不热门啊。不过今天无所谓啦，咱们随便选一个让 GPT 来写写就是了。呃，即使不热呢，也不亏嘛。哎，那就这个吧。 远古海洋当中有哪些神奇生物？好，打开 G P T 输入问题。哎、呃，这里要暂停一下啊。呃，这是很关键的第一步，也是我们需要长期学习和训练的一个重要的技能：如何问出好问题。其实就跟所有的交流一样啊，提问的高度呢，决定了回答的高度。哪怕对方再怎么智慧，你问了一个烂问题，也是不会得到一个好答案的。所以 G P T 第一个干不了的事情也就出来了。哎，它是没法帮你提出问题的。 哎，你看，battle 还没有开始，你的工作就已经保住了。哎，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会担心失业呢？啊、哎，因为在平常的学习和工作当中呢，我们大多数人都只会听指令，而不是问问题嘛。AI 来了，自然就混不下去了。学会提问，学会提问，你就不会担心了。好，咱们再回到 GPT 的界面，你的问题呢，应该是越具体越好，最好是把你希望他回答的答案的范围都给框出来。哎，这样的话效率就会更高了嘛。 比如这里，我希望让他给我举五个例子。哎，我希望多听听故事，而不是一堆的学术名词的堆砌等等。来看看他第一遍的回答啊：三叶虫、海蜇、书虫、菊石和鱼龙。哎，每一个都首先做了简短的介绍，然后呢，也告诉了我发现它背后的故事，是一个不错的开始啊。 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可以开启追问模式了啊！基本上我会在他的回答里面找到一个我感兴趣的点，或者是我不太清楚的点，然后不断的问他，将这个点慢慢展开成能够让我完全明白或者是完全满意的地步。比如他一开始给我讲的第五个例子鱼龙，哎，就是一个我以前的知识盲区啦，也是我光听名字就想要去了解的一样东西，啊、呃，所以我就让他再多给我讲讲有关鱼龙的部分。你看。 结果非常棒啊！基本上看过这段文字，鱼龙是什么，长什么样，生活习性和发现过程，咱们都能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了。然后我发现啊，他讲到了鱼龙其实不是鱼，而且生存时间跟恐龙是有重合的。哎，这就引起了我的强烈的兴趣。于是我就继续问他啊，鱼龙跟恐龙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？哎，他的回答也是比较令我满意的，将他俩之间的相同和不同呢都做了总结比较，也提出了一些新的信息。于是咱俩的对话呢就可以继续进。 进行下去，直到我突然就蹦了一个脑洞。 如果人类可以坐上时光机器回到几亿年前，这两种生物在远古海洋当中相遇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呢？好，让他写给我看看啊。说实话，还是挺有想象力的，而且还编了好几个不同的版本啊。有的真的是蠢到让人发笑啊。比如我让他加入浪漫的成分，他就给故事里面加入了一个女主，而且还是有名有姓的啊，而且还每一个都有不同的性格，到最后科幻故事活生生变成了童话故事，鱼龙也变得有感情了，真的是太搞笑了啊。 然后还有这段，估计他想满足我关于现代人类碰上远古生物这个点子啊，所以就加入了一个道具进来，LED 灯，而且鱼龙还非常的喜欢这个 LED 灯，你说是不是相当搞笑呢？我觉得啊，即使你不把 GPT 当做效率工具，也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娱乐工具来用一用的。 啊、你可以看到啊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他会犯很多的错误，有答案直接跑偏掉的，有基本逻辑都是不通的。比如鱼龙明明就是生活在海洋里面的，他给我来了一句翱翔。然而我们可以发现啊，它最致命的问题，哎，恰恰也是它最大的优势是。 这个家伙的思维实在是太发散了啊！他前面一个回答可以跟后面一个回答完全就没有关联，也就是说呢是没有所谓的逻辑一致性的感觉，就像是他的脑子在漫天的飞舞，飘到哪儿，哎，他就达到哪儿，连他自己都是无法控制得住的。当然，也许他本来就不该控制啊，所以。 GPT 能做和不能做的第二点就来了，它能够在一次次的对话当中，帮我们在各种相关和不相关的知识领域里面搭建链接，可以给我们相当多的启发。假如原本你的提问只是一个平面上的点的话，那么最后可以呈现出来的结果啊，哎，就是一个立体空间里面的球了，包罗万象的球啊。 但是这个球的哪个部分才是你真正需要的，还是要靠你自己去拿，然后呢自己去修整。所以总结一下，头和尾这两个最重要的工作呢，他是做不了的。中间他则可以是一个任劳任怨、怎么骂都不会甩脸子，还脑洞奇大的优秀员工啊。用的好，一定是个效率神器。 实际上，我最近的几篇文案里面呢，都有他的贡献啊。最多的时候，甚至有八九成都是直接就用了他写的；少的时候呢，也有差不多一半来自于他。假如以前我一天只能写一篇文案的话，那么现在我要是勤奋一点，写三篇完全就不是问题。最后，咱们还是把今天一开头的例子做完掉吧。稍微整理总结一下，再让 GPT 抓个关键词，放到 MidJourney 里面生成一幅惊艳的配图，然后这篇图文就可以直接发出来啦。